你们，姐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跟林烨哥哥两情相悦，你要不就成全我们？轩柔，你好歹是我妹妹吧？算呀，柔儿比你年轻漂亮，要不是我家老太爷庇护，我才不会娶你。我成全你们。退婚？你知道这次联姻对集团意义重大吗？轩柔年龄小不懂事儿，你也不懂事儿。爸，妹妹喜欢林烨，林烨也喜欢妹妹，你为什么非要让三个人都不幸福？林老太爷选中的孙媳妇是你，联姻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闭嘴！现在集团做主的是我，不是你死去的妈，也不是你。陈天林，他怎么来了？既然要联姻，为什么不选择最强的人？秦总，听说你未婚，是。我的未婚夫被我的继妹抢了，你愿不愿意帮我的忙，娶我？秦总，让您见笑。既然秦总赏光来参加小女的婚宴，还请。可以。苏总，稍后婉言的聘礼就会送到苏家。什么？秦总，秦总。以晨，秦总，你出去。秦总，视频呢已经发送给我朋友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就认栽吧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收购苏氏集团，我可以送你我15%的苏氏股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爸狂妄自大，又自私自利，我不想我母亲的心血毁在他手里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秦氏集团总裁秦天林。找你找了3年，居然把我给忘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我们这样吧，秦总，这已经没人了，你不用。有人在看。秦总，我去。苏氏集团15%的股份价值10多亿，在交易没有完成之前，你必须跟我住。
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住，会有阿姨定期来打扫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你房间。麻烦秦总。这是你的房间，一楼有温泉，累了可以去泡泡。你先随便看看。你背上怎么回事？你出去，让我看看。流氓啊你！你出去。害羞了？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抱着我又摸又啃，怎么不知道害羞了？那次就是意外，车祸弄的。嗯。衣柜里有衣服，换了下楼。喂，小艾黎，我刚联系了王姨，她说你在三年前曾经把股份托管给了当时的男朋友莫琴，你要转让股份就一定要得到她的同意。什么？喂，吃饭了。做的什么呀？泡面。啊，好香啊，你要不要来一点？不用了。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？我们以前认识吗？认识。三年前我出车祸失忆了，后来只记得一些零碎的片段。你不会暗恋过我吧？婉言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开玩笑的。二月，帮我查一下三年前苏婉言的车祸，当年所有的警察、医生、肇事者全部查一遍。苏婉言，我找你找了三年，全把我给忘了。你坑我，你给我吃的火腿肠已经过期两年了。送你去医院。等等等，先去卫生间。啊。你疯了吗？你竟然把股份托管给一个你出车祸后从来没有找过你的渣男！你竟然把股份托管给一个你出车祸后从来没有找过你的渣男！我的好阿离。能帮我找找莫琴吗？不能，你那会儿对他宝贝的很，连张照片我都没见过，只知道他叫莫琴。我的好阿离，我自己不方便出面，你就帮我找找他嘛。来，喝咖啡。真有你的。晴天你来了，别喝了。嗨。乱跑什么？我来见律师，商量一下股份转让的事儿，就是手续有点麻烦，可能得等一等。身体没事吧？没事了，好得很。既然没事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哎，秦总，你这么做牺牲是不是有点大？我怕你带着我的股份跑。秦总，婉言，姐姐，你来和秦总领结婚证吗？姐夫，你说你都不知道给姐姐买个戒指，还没来得及买，可不像林总，半年前就跟妹妹你侬我侬了，当然准备抽婚。姐姐，人家都跟你道歉了，你就原谅人家好不好？
亲爱的，你走吧。这是婉言的吧？我们要不要还给他？急什么？我们去哪？送你回家。怎么？退休了？手机好像不见了。您好，请问是秦大腿先生吗？这里是北云路民政局，您朋友的手机落在了这里。谢谢。秦大腿，爸，你今天是没看到那个苏婉言嫁给秦天凌之后，那眼睛都长脑袋顶上了。婉言真的跟陈天凌领结婚证了？是啊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我去趟公司。去死吧，苏婉言！去死吧，苏婉言！喂，江离。喂，婉言，我找到莫青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我约了他晚上见面，十点，影子酒吧。好。一个人，要不要一起喝？行。婉言，你就是莫晴？婉言是你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三年前我因为一场车祸失忆了。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是我男朋友吗？三年前，你不告而别，独自回国，我找了你很久，但是没有找到。没想到你竟然失忆了。对不起，婉言，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。莫先生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？哦，我这里有很多我们的照片。莫晴是我的英文名字，我的中文名字叫于彻，你有印象吗？不记得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再离开。喂，霞姨。是他吗？说不上来。我再找人查查他的底细。好，拜拜。喂，秦总。出来，我有事找你。秦总。你今天很漂亮。谢谢。秦总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送你的。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送出去的东西不会收回。戴上试试。其实我们之间只是协议结婚，你不用破费的。等我把股份转给你之后，就可以离婚了。从明天起来做我的助理。啊？为什么？方便完成收购。烦不烦啊？你怎么还在睡觉啊？出事了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看热搜。
就这一会儿功夫，集团股价又跌了。田玲啊，你太让我们这些长辈失望了。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股价的事诸位不用担心。秦总，您要不先睡一会儿，已经熬了一晚了。接下来还有什么行程？王总那边要求见您一趟。走吧。秦天林怎么老不接电话呀？师傅，你这车什么时候能修好呀？我特别着急。嗯，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了，您要着急的话就先打个别的车先走吧。停车。对不起，我应该早点删掉了。没事，都已经解决了。视频的事儿，公司早上10点上班，你下午2点才到。秦总，王董那边回去解释。秦总，请问我的月薪是？按照公司规定，月薪暂定5000，工作能力强的话可以涨薪。这也太少了吧！包吃住，外加接送上下班。不要这些，可以折现吗？不可以。不过我私人的钱，你倒是可以随便用。我知道苏斌在监管你的银行账户、股票、基金这些，你手里应该没有多少。谢谢。Hi, Eric， 在吃午餐啊？嗯。那个，你的月薪是多少啊？8万。你这样的女人配不上秦总。行。视频的事让秦总被董事会问责了，他从昨天深夜一直忙到现在。秦总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，如果你不爱他，也请你不要伤害他。我不会伤害他的。还有，手机是你继妹捡到后交给民政局的，秦总不让我告诉你。喂，秦总，进来。启动对苏氏的收购计划，婉言为项目负责人，艾瑞，你协助他。苏氏集团经营混乱，负债过高，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购对象。我会把我拥有的15%的苏氏集团股份送给秦总，可以抵消一部分成本。收购苏氏，我势在必行，去执行吧。婉言，嗯，答应你的，我都会做到。谢谢。视频的事儿，我有些饿了，晚上请我吃饭吧。可是我今天晚上有约了，明天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哇！啊！秦天林。你睡在沙发上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在等你回来啊。这都凌晨2点了，以后这么晚回家可以叫我去接你，一个人打车不安全。好的，知道啦。戒指呢？戒指呢？为什么不戴上？太贵重了，丢了我可赔不起。骗你的，在这呢。明天刚好周末，我们去约会吧。你还欠我一顿大餐呢。
会。嗯。哎，先把戒指戴上。早点休息，我先上楼了。想吃点什么？您点吧。服务员，照旧。好的。你不喜欢吃法餐吗？一般般。你喜欢吃？留学的时候在法餐店打过工。啊？秦家这么有钱，你还需要勤工俭学啊？家族的考验而已。不过我在那里遇到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。女士，您的菜单拿反了。哦，连吃十几天法餐，不腻吗？不腻啊，我最喜欢吃法餐了。别太客气。别太客气。嗯。三年前。有个傻瓜给我说他没有爸爸，害我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他。其实我们姐姐姐夫，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们。爸爸这几天一直在忙你们回门宴的事情。婉言，吃饱了吗？嗯。吃饱了吗？嗯。嗯，你们这些年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都是我母亲留下来的资产，很快我都会拿回来，不属于你们的，永远也不会属于你们。好好的一天都被苏轩柔毁了。这是送你的，打开看看。这是明天回门，这是送你的礼服，换上试试。这件衣服的拉链好像卡住了，你能帮我拉一下吗？那些疤是不是很丑？不丑。爸。耶，都来了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坐坐坐坐坐。轩柔，快给姐姐和姐夫倒茶呀。来了来了。那天你说把婉言的聘礼送来。结果送来了几份采购合同，真是帮了公司的大忙了。小事。哎，买了新的咖啡豆，你们尝尝。魏福呢？魏福怎么没来？说起来还得感谢他呢，要不是他嫌弃我，我也找不到天灵这么好的人。姐姐出现了。魏福，没事吧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都这么大了，做事还这么毛手毛脚的。天灵啊，怎么样？伤口做了应急处理，改天再来拜访。对不起啊，疼不疼？没事。苏轩柔从小就喜欢搞这种小动作，我没想到今天这种场合他都干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回这个家了。好，我带你回我们家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要给我爸送采购合同？
他没法按时交货的，很快就会面临大额的违约赔偿。你给我爸下套。如果不是他贪得无厌，怎么可能中这个圈套？厉害，不愧是秦总。你喜欢就好。你先坐吧，我给你抹药。先帮我拿件新的衬衣。好。我来吧。这几天就居家办公吧，我怕你伤口感染。你约艾瑞明天起来这里住下，在一楼给他收拾间干净的屋子。我裤子也脏了。我现在就去喊艾米叔过来。哎，艾瑞是商务秘书，又不是生活助理，他不适合做这些。你放手。我不放，我还要洗澡呢，你帮我洗啊。流氓啊你！因为我就不放。好、啊，疼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帮你抹药。啊、哦，对不起啊，我轻点。嗯。怎么？我突然想起来，以前好像也有人这么给我洗过头发。你想起那个人是谁了？没有。不过秦总，你的头发啊，好像没被咖啡弄脏吧？我洁癖。什么时候有的？今天。啊，合同先改到这儿吧，一会儿发给艾瑞。好。哎呀，终于结束了，秦总，我们要不要放松一下？你看现在，月黑风高，是不是很适合看恐怖片？不适合。一起看嘛。哎，吓人的地方过去了。你干嘛呀？我刚刚都没有看到。你不怕鬼啊？不怕啊。你怕吗？我不怕啊，继续看吧。没事，恐怖的已经过了。没事，恐怖的已经过了。疼，
疼。哦，对不起。秦总，你不会怕鬼吧？嗯？天太晚了，我先上楼了。姐呀，秦总，什么事啊？刚刚的合同需要修改一下。行，我去拿电脑啊。不用不用，你记着就好了。对了，明天来的时候帮我带束玫瑰花。是送给傅夫人的吗？嗯。行，那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了。那我先挂了啊，你早点休息。艾瑞，艾瑞，你没事吧？苏婉言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有心机的人啊？我哪有什么心机啊，我喂，我有一件和夫人有关的事要告诉你。玉玲，秦总，一个女孩，要不要我陪你啊？你为什么生气啊？我没有生气。可是你满脸都在写着我不开心。这是送给我的吗？送我的。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？艾瑞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秦氏集团成立35周年。啊？艾瑞，帮我拿把枪来。艾秘书，你为什么会入职秦氏啊？当初我自己创业，研发成果威胁到一些公司的利益。不过是创业失败，就这么死了。你不觉得人生不值啊？你懂什么？这个项目我整整做了3年，整整3年，压上这一切，
就是不愿意被他们收购。所以你就要自杀，让他们更加嘲笑你的无能。不是，你谁呀？你凭什么管我啊？想好了可以随时来找我，如果你还想死，麻烦你换个地方。然后秦总帮我解决了后续的所有问题。说起来我创业破产还有你们舒适集团的一份。是吗？我替我爸跟你说声抱歉。你把苏氏历年的财务报表整理一下给我。好。艾瑞，你接触一下苏氏的中小股东，暗中收购他们的股份。已经在接触了。哦对了，还有那件事。等一下，也有消息了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不会伤害秦总的。我没有伤害他。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。我做了什么？哎，这两人今天怎么都怪怪的？等一下。秦天林，秦天林，秦天林，你伤口渗血了，换完药再走吧。不用。那让艾秘书给你换药。开车。搞什么？莫名其妙。需不需要查一下照片上的那个男人？不用。那您要不要和夫人谈一谈这件事？不要。我就不应该把照片发给你。这不关你的事。夫人的车祸案，凶手是苏斌的司机。我们现在就去找司机的父亲。谢谢敏涛，谢谢。你直接话筒在这里，还有你不要再跳了，后面拉链有点要开了。前一天试衣服的时候。是，你说。嗯。谁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我刚去公司找你，前台说你跟姐夫居家办公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苏氏集团的市场部经理江离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进去说嘛。贱卖专利。肢解工厂，不良贷款，你就是这么糟蹋我母亲的心血吗？苏斌，漏洞百出。姐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秦氏金融是不会给你们贷款的，收购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你，要不是姐夫送来的那几份收购合同。你以为集团会缺钱吗？只是趁火打劫。要不是姐夫送来的那几份收购合同，你以为集团会缺钱吗？好走不送。苏经理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啊，走什么走？这留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啊！你凭什么打我？打你就打你，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啊！苏经理。苏经理，你们冷静一下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苏经理，算了算了。姐夫，
我今天是来送苏氏集团融资案的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你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漏洞百出。姐姐没在职场上工作过，没什么经验，还是姐夫您看看吧。他现在是我的助理，他的话就是我的话。Eric， 宋哥。苏经理，请。婉言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嗯，跟我来。哦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有什么事要告诉我？你三年前的车祸其实是你爸安排的。这件事啊，我早就知道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拼尽全力离开苏家。对不起，我应该早点找到你的。我其实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其实我都还没有好好感谢你愿意收购苏氏呢，真的很感谢你帮我。要谢我？嗯，那就要谢我，那就我得继续去工作了。有个东西要给你，这是集团员工的入职礼，今天刚定做好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跟秦总有什么呢，又是用情侣杯，又是送玫瑰花的。这个颜色的杯子，全公司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秦总的，一个是你的。就这么办吧，苏斌那边再逼一逼。是。苏婉言。嗨，秦总。我需要你尽快把苏氏的股份给到我。在走程序呢，应该快了。要出门啊？嗯，去见谁？工作上的朋友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长得帅吗？帅。比我？没您帅。哎，我还有事呢。秦总，不要迟到了。换上。这也太丑了吧。不丑，就这事儿。请问我现在可以出门了吗？我送你去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拜拜。
你饿吗？我请你吃饭。啊？坐。谢谢。哦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。既然都来了，不如一起吃吧。服务员，几位需要点什么？包场。清肉。还是老样子。好的。您是？这位是我的老板秦总，这位是秦总的秘书 Eric。好的，秦先生、艾先生，你好。我爱是他的老公，是吧，亲爱的？是。那这位先生？哦，我。这位是我留学时候的同学，于彻。我听说婉莹失忆了，我专门回国看看能不能帮助她恢复记忆。啊，我已经给你约好了国内顶尖的精神内科和神经科医生给你联合会诊，时间应该就会在半个月后。那于先生这一次回国打算待多久啊？那于先生这一次回国打算待多久啊？如果婉言需要我的话，我会一直留在国内。他应该不需要，他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帮他解决。服务员，我吃饱了，买单。嗯，我消费4320，这是账单。我来吧。算了，我来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您包场的30万元整。刷。我们走吧。干得不错，以后你就是店长了。谢谢秦总。秦天林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包场是你要包的，于彻他……宋婉言。你现在是秦夫人，不是苏小姐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辟邪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我只是有些事情要问他而已。是吗？普通朋友？那天晚上你们在酒吧抱在一起，那也只是普通朋友啊？啊？你跟踪我？其实，婉言，我先走了，有什么事情你再联系我。婉言，你先坐好。
先喝点东西吧，我去洗个澡。我只是有些事要问你，不会耽误你太久的。没事，我很快。让餐厅把钱退回去吧。是。艾瑞，哎，你爱过一个人吗？爱到他生怕受一点委屈伤害，爱到想把全世界都给他。我已经失去过他一次了，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。可是他不仅不爱我，他还完全忘了我。金总，你别喝了，你喝醉了。没喝醉，醉了，别喝了。上酒，别喝了，别。我爱过一个人，但是我永远都不能说。凭什么要跟他道歉？控制欲那么强，还跟踪我。算了，还是跟他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吧。婉言，喂，喂，秦总，怎么是你？婉言呢？他太累了，已经睡着了。我想应该给你打个电话，替他报个平安。长得倒是挺好看的，只可惜呀，现在碰不了你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睡着了？没事，我才要说对不起。这瓶果汁好像是果酒，你好像有点喝醉了。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我曾经把公司股份托管给你，现在我想请你签一下这份放弃股份托管声明。当然记得了，于先生，我以后会补偿给你的，只是现在、哎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都是我应该的嘛。婉言，其实我觉得秦天林那种男人并不适合你。他那么有钱，又那么有势，身边那么多女人，万一哪天他不爱你了……先生，这是我的私事儿，那我先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婉言，这是我的私事儿，那我先不打扰你，我先走了。婉言。
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抱歉。苏婉言已经出门了，你们抓紧时间。6000万，咱们真的要给吗？先给了，稳住那个狗仔。照片流出去，我怕对他影响不好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对劲啊。6000万，和苏斌要赔的钱差不多。那您的意思是说苏总做的？八九不离十。这么晚还在加班啊？忙什么呢？那个，你坑于彻的包场费能不能还给他？出去。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的错。那些钱秦总早就让餐厅退还了。对不起啊，你们继续。秦总，那您先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。好。秦总，我给你准备了咖啡，还有夜宵。出去，别烦我。婉言，婉言，你听我说。对不起，婉言。喂，你听我说，对不起，你居然凶我！我就是担心你，你这么晚都不回家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是我不好。于彻给我打电话说你太累睡着了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我就是喝了一瓶果酒睡着了。于彻今天跟我表白了。但是我当时就想到了你，秦天林，我爱上你了。醒了。嗯，秦总，你有过几个前女友？该上班了。喂，你别走呀你！哎，喂喂喂喂。你多吃点儿，太瘦了。对了，你们昨天晚上在干嘛？你和于彻进宾馆的照片被一个狗仔拍到了，他还想敲诈我。什么？嗯，那你放心吧，都解决了。那名狗仔已经被警察逮捕了，全部照片也全部都销毁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以后不会跟于彻再联系了。没事，
我相信你。秦总，那个和海外分公司的视频会议，你已经迟到了。那你慢慢吃，我先上去开会。Harry， 秦总之前有过几个前女友？数不清，很多。真的假的？你可别骗我。骗你的。秦总在留学期间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。哎，她叫林琳的，好看吗？有照片吗 ？Harry， 你给我看看呗。我今天见的朋友都是女孩，你放心吧。安妮，说正事儿啊，王姨，我现在已经拿到了莫晴的放弃股份托管声明，请问现在这些股份是不是可以由我自行处理了？我还需要一串数字，是你当年送给莫晴手表的编码啊？为什么？这些都是你自己定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哎，你给云社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？嗯。喂，于先生，请问我三年前送你的那块手表你还留着吗？我三年前送你的那块手表你还留着吗？这个我得去找找，毕竟是三年前的东西，怎么了？我需要那串手表的编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找到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好，谢谢。喝咖啡吧。我先带你去见见苏氏集团的几个老股东。嗯，好吧，走。走吧。这件事我可没辙了。谁知道当时苏婉言送给 Moki 的一块表是什么编号？苏总，这戏我演不下去了。你别看我这闺女年龄不大，心眼可不少，在这儿还防着我一道。编号的事我来解决，你继续演。苏总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这段时间你帮着婉言联络公司的各大股东，还去财务部打探消息，辛苦了。苏总，我把他关到西城的烂尾楼去，有人看着他。于彻，你，我们走吧。我，你放开我！我别，你为什么放开了你？事都谈完了吗？顺利吗？谈完了，很顺利。大家都对我爸不满很久了，巴不得换一个新总裁呢。你在干嘛？海外分公司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等会儿要飞一趟国外。我不在这几天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去忙吧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好。
慢点，别摔着。我是脑袋受伤，又不是怀孕。人家医生今天才说了，你敬你啊。哎，终于到家了。来。对了，艾瑞呢？这几天怎么没见到他？他替我出国了。对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你做什么我都爱吃。喂，不好意思啊，王爷，那块手表我没有找到。没关系，我再想想办法吧，谢谢。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？吃饭了。我在想收购苏氏的事儿。来。谢谢秦总。可是，这个人参也放太多了。快吃。好。王爷，那块手表莫晴已经找不到了，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？你也知道苏氏集团现在的状况，再让我爸折腾下去，我真是怕。我知道，你的难处我知道，让我再想想。这样吧，我去后台给你查一下那串编码到底是多少。不行不行，王姨，你这样违规操作会进监狱的。好孩子，你妈妈不在，阿姨来保护你。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？秦总，您的小娇妻提醒您，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，该睡觉了。Mr. 亲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休息了？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会议。OK。怎么了？你刚刚在开会，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都是我不好，我现在就来陪你睡，好不好？都是我不好，我现在就来陪你睡，好不好？你，我怪你主的人生，怪我，怪我。来来来，赶紧擦。你，
对不起啊，路上有点堵。于先生，我找到了手表的制造商，这是编号，一会儿麻烦你陪我去公证处公证一下。不愧是姐姐，这都能找到。雨彻，秦夫人，对不起啊。我今天来就是来看姐姐笑话的。爸，姐姐来了。来，婉言来了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最近还好吧？江离呢？你们把他关在哪了？他现在很安全，只要你听爸爸的话，乖乖的，他不会有事儿。你要是不听爸爸的话呢，有事儿的可就不止他一个了。王姨滥用职权，少说也要判十几年。对，还有你的秦总秦天林，因为那几块地的标书外泄，损失惨重，怕是自顾不暇喽。苏冰，你真是个畜生。苏冰，你真是个畜生。大爷，你年龄还小，一些股份对你也没有什么用，就给了爸爸吧。爸，就让我来劝劝姐姐吧。回去。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不跟你回去。走。不是，他说他不跟你回去，你听不到是吗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爹。婉言。我不跟你回去，我要跟他回去。怎么着，秦总，听到了？婉言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说我，你是个坏人，讨厌你。秦总，哎呀，洗干净穿进屋。Bonjour, mademoiselle. 秦氏集团项目最近接连失利，本市新增的三块土地竟无一中标，海外分公司更被爆出融资失败。结合此前秦氏总裁秦天林艳照门和闪婚一事，据传集团董事长会有意。
我要你在七天之内和秦天明离婚。你坐那么远干什么？你为什么去找玉哲？秦总与其花时间在我这儿，不如多关心关心你的公司。苏婉言，你非要这样跟我说话吗？那我应该怎么跟你说话？秦总，我突然觉得余车还不错，比你更温柔体贴，懂我，是我约他去的酒吧。秦总让我来帮他拿一些衣物。你和秦总吵架了？秦总他只是嘴硬心软的人而已。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……不是吵架，是我突然发现我不喜欢秦天林了，我要跟他离婚，我要跟他离婚。不是你大早上你发什么神经啊？请你帮我问问秦总，离婚律师是他找还是我找？告诉他，既然选择了嫁给我秦天林，那他这辈子只能做我的女人。我想，夫人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你们有话还是好好说。先开董事会。苏君荣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姐姐，这都过去六天了，我听说秦总并不愿意离婚，你要不要给他加把火呀？江离呢？我要知道他没事。江经理啊，如果明天你还离不了婚的话，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苏宣荣，我们俩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？没关系，秦总最近忙得很，根本没时间回家。秦总，离婚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？不，秦总，很生气吗？夫妻一场，好聚好散。苏婉言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苏氏集团的新闻发布会。在此我宣布，苏氏集团在未来将有一个新的发展。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女儿苏婉言，是她将手中的股份无偿赠予了我。没事吧？秦总，你们，我没事。不知大驾光临有何指教？我收购了苏氏集团13%的股份，作为集团的第二大股东，来参加这场发布会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没有，秦总说笑。你骗我，你们根本就没有离婚。喂，秦天林，江离出事了，你能救救他吗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先别急，慢慢说。
多亏了你给我看了一眼江离被绑架的画面，我才猜到那是苏氏在城西的烂尾楼。你怎么样？不知道妹妹对我的演技还认可吗？你们一直在派人监视我和秦总，要是不做做样子，怎么让你们安心呢？就算你救出了江离，想想你的王姨。别怕，我在。秦总就算在，也只怕无力回天了。王爷，你看这股份。好，我给你。但是你们要放过王爷。放心，大爷这事儿爸爸一定做到。诸位记者朋友，刚才台上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我宣布新闻发布会继续，有请我们的公证员。苏婉言女士曾在三年前将股份托管给当时的男朋友莫琴先生，莫琴先生现已同意放弃股份的托管权。我什么时候放弃了？我什么时候放弃了？啊？那你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情况？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托管权。我才是 Martin 本人。啊？这个秦总，您能提供一下手表的编号吗？0916，我的生日。各位稍等，我去核对一下信息。秦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先生，现在有一些情况你可能还不太了解，手表的编号我已经交给公证员了，他们也确认无误了，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你是魔琴，什么意思？董如，没得么罪了。你是中国人吗？我法语不好，你能说中文吗？小姐，您需要点什么？我叫苏婉言，叫什么？ Martin。 中文名呢？秦天林。秦天林。真正的手表在这儿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莫清飞。秦天林，秦天林，秦天林。哎，让我喘喘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呢。嗯，生日快乐，莫琴。我不需要，谢谢。哎，收下吧，这是一块手表，编号是你的生日，我挑了好久才找到呢。还有，我喜欢你，做我男朋友吧。我喜欢你，做我男朋友吧。苏婉言，嗯，这已经是你第九次和我告白了，无论你问我多少次，我的回答自始至终都是一样，我不需要女朋友。一杯热水。嗯，那天天特别冷，我就给他接了杯热水，然后他就对我一见钟情了。那他都和你表白九次了，你怎么还不答应？才九次，这么没有毅力和狠心，我才不会答应呢。你怎么对他的心理知道的这么清楚？那你还打算让人家表白几次啊？嗯，反话说的不错啊。你这个人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呢？
我现在在读博，而你才上大一，我们之间相差了5岁。我知道。我很快就会进入社会工作，而你还会继续在学校继续读书，我们之后的生活会截然不同。我知道，我不介意这些。秦天林，我喜欢你，你是不是也有一点喜欢我了？经过字迹比对和编号确认，秦天林先生才是莫秦本人。婉言，你为什么要帮着外人欺负家里人呢？秦天林，婉莹年岁小，单纯，你骗得了他，可你骗不了我。秦先生，我才是莫秦，请你不要颠倒黑白了，行吗？苏斌，我妈嫁给你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出轨生下的苏轩仁，在我15岁那年，妈妈郁郁而终，你就让刘玉芬母子登门入室，逼得我远走国外。4年后，你借口重病，让我回国探望你。我回来了，你给我安排了一场车祸，想在我死后继承我所有的股份。你把我当做你的女儿了吗？够了，别说了。车祸后的3年，你把我软禁在家，不让我跟外界接触，直到确认我对你没有威胁。你还想着用一场联姻榨干我身上所有的价值？请问这个时候，你把我当做你的女儿了吗？苏总，请问这都是真的吗？苏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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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两句。苏总，苏氏总裁苏斌及其四女苏宣柔被捕，被指控与一起车祸、一起绑架案及一起入室盗窃案有关。苏氏集团动荡不安，关键时刻苏斌长女苏婉言力挽狂澜，以苏氏第一大股东入主集团，并改组董事会。您新招的助理到了，快进来吧。做下自我介绍吧。苏总好，我叫秦天林，毕业于伦敦商学院。秦天林，来捣什么乱？我今天很忙的。我今天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继续打算睡公司啊？天林宝宝乖哦，把这些账看完就回家陪你，好不好？跟我回去。我账还没看完呢。我让艾瑞叫了审计所的人来给你重新整理，账目这么乱，你累死也看不完的。跟我回家。怎么了？你明明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害我找莫青找了那么久。3年前，你亲口跟我说再也不想见我，我一直记得。好不容易找到你了，又发现你失忆了。我既希望你能记得我，又害怕你会想起我。你知道当时我有多生气吗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穷学生，就把我所有的珠宝、礼服、奢侈品全部送给了江离。后来知道你居然是秦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我当时都要气炸了。还有，送你的这块手表，我明明是30万买的，怕你不肯要，硬说是10000买的，你说我气不气？别气了，所有的东西我双倍赔偿给你，10倍，一辈子都是你的。其实说不想见到你那句话只是气话，我只是想让你哄我而已嘛。
你在我之前有几个女朋友？一个。那初吻呢？你的。那。你的，都是你的。秦总，我想离职。被您庇护了这么久，也该出去重新闯闯了。这是一份投资协议书。你辞职以后，无论做什么，秦氏都会以3000万现金入股。谢谢秦总。还有，希望你以后能找到一个真心值得爱的人。我会的。秦天林，快走吧，因为要迟到了。怎么样？电脑好了吗？没有。那我看看。对不起啊，这么晚把你喊来，主要是这个论文我明天必须交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你先用我的写，我修修看。真帅呀、啊，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。我去给你倒杯果汁。好。妈，你先喝杯果汁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要不你在我这儿洗个澡吧，我这有洗衣机烘干机，我先帮你把衣服洗上。好。我头发也湿了，我也去洗个澡。那就是典型的屏幕问题了，哇，可以看到啊。好了，这台电脑的状态我们看到了，接下来我们给它找一块屏幕换上去，然后呢把它电脑升级一下。电脑怎么那么迟？怎么回事？秦总，干嘛呢？这电脑好像坏了。起来，我给你看看。闪屏啊，应该是显卡坏了。我送你块3090吧。你这配置也不配我送你的显卡呀。我给你装台新电脑吧。i9 的 CPU， m2 的固态， DDR4 的内存。你这显示器也不行了，换个新的吧。多谢我。